跟右边的粉丝朋友们挥挥手，好吗，小明哥？内敛、舒缓却分外真实有力的表演风格，就是他最大的特色。我们请永梅老师在拍照区给媒体朋友们一些拍照的时间。我们看一下我们中间的。 爱上寂寞 QQ 音乐上线三小时，播放突破200万，来肖战的《爱国剧》，董卓大陆，余生情至教郎殿下，更是值得期待。好，来，老师站在看看中间，老师。好，我们看回中间的摄影师。回应越来越多，所以什么叫好水？可能就是水质，我们的观众都能拥有一份小欢喜。 谢谢大家。就是音乐，它作为一个说是艺术，但是它作为只要售卖，它就是产品。那么它的和四大视频网站今年19年推出了很多的节目，其中其实综恩带长达65部，虽然总量和去年持平，但是上浮50%。此刻，李总代表他的女儿站在了肖战的身旁，隔着屏幕也感觉到了浓浓的父爱。 谢谢李总，谢谢你，谢谢。我们再一次恭喜肖战，又获得了一个很大的荣誉。是。新推榜是我们的观众、用户喜欢你的粉丝朋友，实打实的用热推值来表达对你的喜爱。此刻你的感受是？就非常开心，然后非常荣幸可以获得大家的喜爱，所以这个奖其实是属于我，然后也属于你们。 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让我们再次恭喜我们肖战，加油！这白皮书能给我这么好的一个荣誉，然后最后的最后呢，祝大家新年快乐，心想事成，然后那个智齿长对地儿，谢谢大家啊！谢谢，谢谢冬雨。此刻杨总的女儿也红穿洋装，来到了舞台上。 千玺在今天2019腾讯娱乐白皮书的年度发布会盛典上获得了三项荣誉，这是属于他的，也是属于在现场还有在网上守候他的你们的。再次恭喜我们的易烊千玺，见到他了，开心吗？ 那我们听听千玺在获得了三项这么大的荣誉之后有什么想要跟你们迫不及待分享的？大家好，我是易烊千玺。感谢腾讯娱乐白皮书给我这三个，我觉得非常幸运的这个荣誉，然后谢谢大家的陪伴。然后2019年对我来说其实是很收获的一年，然后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千玺。那么千玺，00后今年就要进入20岁了，千玺你在心态上有什么变化吗？进入20岁，我还比较期待，我觉得这个算是迈入人生下一个阶段了，我反正挺期待的。不管是过去的10年，还是接下来的10年，未来的20年，我们都希望千玺可以好好的加油，给我们贡献出更多的优秀的作品，无论是。 这个音乐，还是综艺，还是电影电视剧，我们再次恭喜我们的易烊千玺。